去偏袒先生，各去参赛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是徐五号，今半日为了大家讲解古戏《射龙府都督面》。今年初日，寒风呼呼呼，面无改念。八点日扎天官团，他等北方改脚脚日，对北起出发。朝南行过西巴利亚，行到先改故乡，叫人去海上蓬莱仙岛，半路渡到日扎西龙府。亚扎西龙府系普通改龙府，亚店家就海岸分，海浪从天来岸喷。自己脚棍出到北九山，家己冬天蹲。如其黑娘跳荡，家家往事，分分秘密，清清楚楚。不过今黑恶落虎，家心肝像菩萨，强融强融，像一个暗暖。夹不住像一条暗里，壮阔不安家之风。不是痛，不是甜。正是天下境界不公不义，念行公，上去上去，外方打一个，我去人人安放。三老夫暗讲，谁见你多辛苦，日土上村，日土日上，请你休息一下个。三老夫改法，念唐女女，东朝二十太阴。黑猫上梁山，唔敢上梁山。三老夫脚扑起不踩，两手一打，发出雷公暗台盖上。哦，你牡丹，年日烫到太臭干，脚扑日下冷气，打脚片爱地盖。三老夫如他何上？哈！初正日融霜天，春风寸寸跳北堂。人强凉，风强浮，寒风不得不回跳。年之后转去冉冉雪飘，爱倒转个下，年头太高。唉，可是日后出少年，如今天宽地变寒，那出日如改之？别慢然欣赏通过大三老夫送不谁赢啊。哦，年来年没黑面哦，现在请下谁赢了改故事下去谁赢了都请爱过年，回到爱姨娘两天时大家都会的当年壮年初日，爱大概发出台台上砰盖子跑了，见面就讲恭喜恭喜恭喜，如过了这百改年关，祝福大家平平快乐，年年平安。我家古出讲到了，希望大家